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很欢喜又一次和我们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。今日我们做伙来看创世纪第23章，我们现在先做伙来读今日的经文。创世纪23章第一到20节，撒拉享受127岁，这是撒拉一生的年岁。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加勒阿伯，就是希伯伦。阿伯拉罕来为着撒拉哀伤啼哭。后来阿伯拉罕对死人面前起来，甲迄人讲：“我伫恁中间是寄居的出外人，求恁伫遮予我一个所在做墓地，通埋葬我的死人，予我无阁看见伊。”迄人应阿伯拉罕甲伊讲。我的主，请听你伫阮中间做上帝的目标，出在你伫阮的墓地内经第一号来埋葬你的死人。阮无一人无应允你伫伊的墓地内埋葬你的死人。阿伯拉罕起来对迄所在的人，就是合作阿尤，对因讲：你若有意思，予我埋葬我的死人，予我无阁看见伊。就请听我，替我求所下的子伊弗伦，将伊铲头麦比拉的血给我，伊通照足业的计数卖给我，给我伫恁中间有业通做墓地。当时伊弗伦坐踮迄人的中间，对迄贴迄人伊弗伦伫。一切入伊个城门个迄人个面前，应阿伯拉罕讲：“唔免，我个主听我，我要送你迄股田，连迄内面个血也予你。伫我当作个人个面前，我予你通埋葬你个死人。”阿伯拉罕就伫迄所在个百姓个面前阿要，迄所在百姓个面前对伊夫人讲。你若肯，请听我，我要将田的价钱给你，你就收，让我通伫遐埋葬我的死人。伊弗伦应阿伯拉罕讲，我的主，请听我，田值得银400舍客勒，伫你我的中间算什么？做你埋葬你的死人。阿伯拉罕听伊弗伦的话，照伊。在那人的面前所说的，将买卖通用的银钱400舍客勒给伊弗伦，对那贴伊伯伦的田，在麦比拉万里头前那股田，那内面的血，加田内以及四围一切树木，在那族人加一切入伊城门的人的面前。拢定着归乎阿伯拉罕作业。后来阿伯拉罕将伊的某撒拉埋葬伫迦南地万里头前麦比伦田内的穴，万里就是希伯伦。对安尼，迄股田甲田内的穴，对迄人定着归乎阿伯拉罕作业来做墓地。昨昏咱所看的22章记载阿伯拉罕伊顺服上帝命令，愿意将以撒来献给上帝。这通讲是阿伯拉罕信心的历程内底真重要的一件代志。今日咱看到阿伯拉罕的某以撒的妈妈阿撒拉来死，伊的年岁是127岁。圣经中真少记载女性的岁数，撒拉通讲是少数的几许例的之一。可见伊真做啊，做国诶，老母即个一个重要性。撒拉的死，互阿伯拉罕感觉非常诶伤心，因为这是伊人生旅程内底真重要的一个伴侣，捌陪伴伊同甜同苦。接落来，圣经记载阿伯拉罕为着要埋葬撒拉来做诶行动。当时阿伯拉罕是寄居伫希人诶所在，所以阿伯拉罕着按当地希人来提出。需要一块墓地来安葬伊的某撒拉。对迄人第一时间的回应，伊安尼讲：“讲先生，请听，在阮的目睭中，你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
请伫阮上盖好的墓地顶面来埋葬你的母，什么人拢愿意和你墓地来埋葬伊？看得出来，阿伯拉罕伫当地真受尊重，所以因愿意无条件送伊一块墓地，而且让伊家己来选。阿伯拉罕让因来下拜，表示感谢，而且也表明伊愿望用马来得到这块墓地。伊想要用伊弗伦来买伊产地尽头的麦比拉东，伊愿意照实价来用伊来买。当地人安葬的方式和咱真无共款，伊毋是像咱伫涂骹挖一个坑来埋葬伫内底，伊是用天然，也是用人加工出来的这个石洞内底来藏尸体，啊，洞口会用一块大块石头啊来甲封起来。对阿伯拉罕拒绝无条件得到墓地的代志，咱会当看会出来伊的为人。伊无愿意利用家己的身份来占别人的便宜。佮较早之前，伊和伊的孙啊啊也伫呾落地，因为萝卜牛羊伤多，需要分开的时，伊嘛是让落地先选伊家己的地。这嘛显示伊的心胸非常的大，伊是一个心胸真大的人。我想这款的性格和态度，都都是伊受欢迎的一个原因。在咱现实的生活里底，总是会拄到迄款想要借关系来占别人便宜的人。这款的人，检查伊伫短时间会当得到利益，但是若久长来看，确实会失去别人的信任和尊重。另外，阿伯拉罕伊出钱买墓地，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撒拉伊是埋葬伫属家己的土地顶面，毋是种伫外族人的地，这也会当看出阿伯拉罕对整个代志的重视。愿咱通做伙来学习阿伯拉罕用忠厚正直的态度来对待别人，也会当得到别人的尊重，也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。